Number 5, 禁卫空军 Chris McCallon McCallon。 在整个三分球的投中数是联盟六支球队里面最低的。那我们先来看看麦卡洛，麦卡洛身高203公分，今年只有26岁，还是相当的年轻。曾经在 PBA 就是菲律宾的职篮拿过单场个人51分。在刚刚颁完12月单月 MVP 的 Poche 的执行长，总裁，这个传球被凯燕给断掉。看看飙风玫瑰把速度飙起来，轻松的传球 ，Thank you very much， Chris McCallon。哇，麦卡洛他不只是可以投啊，更好的团队配合。没错，那今天在国王队这边呢，有一个人缺阵哦。这球要扣的时候 ，Robinson 应该是被打走了。我们看一下慢动作，他没有什么助跑哦。哇，这一次的航空对决 ，Robinson 获得胜利了。是，哇，这个大鹏展翅，手拉得很开。人常说这个 Tomahawk， 他的投篮能力是比 Robinson 出色。情况也是要解决到两个洋将性质比较类似。哇！刚刚讲完两个洋将，他们就产生了绝佳的默契啊！哇塞，这一球我不得不中断啊，他这个灌篮太恐怖了。哦，麦卡洛 ，My goodness！ 哇，一双年轻的腿啊！哇，汤马斯也相当兴奋的，因为第一个汤马斯他有身高的优势，加上他有很好的传球能力。又来了 Q， 加上麦卡洛，对，太犯规了。球队的战绩很好，还可以一直这样加一些非常强的球员进来。陈玉瑞左边上篮得分，在人队当中运球，结果被九点拨掉。这个反快攻的机会 ，Thank you very much， Robinson。抱歉，不是九点，是德方 Robinson。对，如果有明星赛的话 ，Robinson 跟麦卡洛是一定要报名的。Robinson 起飞了，对。没想到桃园航空在新北市也盖起了跑道，光看他们灌篮就是 NBA 等级的灌篮。麦卡洛的三分外线是有准头的，在赛前练习支支命中啊！哎，镜头塞到进去还好，尤其施晋瑶，阿瑶今年的三分命中率2成5是比较低的。好，这边是 Robinson 投进了三分，黄金之哦 ，Robinson 上他一个大锅。Robinson 说：“我不是吃素的、啊， oh, 吃素的是 Mr. Q 啊！哇哦，他连拿5分哦，多做外围或中距离的跳投，看起来也还不错。但这节国王队只投进了一记三分球。老吴，球再分到 Robinson 的手上，中距离来一个跳投空心球，大幅领先的时刻。”交给麦卡洛，用他的三分球来讨回颜面。凯燕呢，在三分球上出手被犯规，一次的罚球机会。哇！这个压哨球射后不理啊，飙风玫瑰。哇 ！Robinson 也来了。对 ，Robinson 刚刚本来还在摊手啊，他出来接球，只有2秒钟啊，拆炸弹，麦卡洛被盖锅。他对球的路径判断非常准，这球罚掉后面，他把这小火车爬上山了。麦卡洛三分外线竟然没有人防守他，这是不可以的。对，外线还是没有办法开张哦。又来了，这个射后不理也进，连续背靠背的三分球。龙哥又要喊暂停了。哇，所以郑志龙教练对于自己球员的失误以及无法看管麦卡洛这两个部分，麦卡洛现在可能也是比较累了。结果刚讲一个投进一个中距离。好球，进一下，好球。哦，今天他的超级也算是一绝哦，跳得相当高，蹦起来拿2分。对方速度也来了，空中 air supply。你看这球慢动作，哇，这整个手肘都已经跟篮筐平行了，哦，太夸张。空手切最后一个机会去做上篮，关达又超到，关达又在林世轩面前助攻啊，又是 Devon Robinson。抛到球以后，往后看一眼，一个抛板，他应该第一次体验到，就是你随便一抛我都灌得进，真的15万啊，真是会做人啊！麦卡洛第一球没罚进，第二球罚进去给 Robinson，
假动作，还是拉回来中距离空心球，切入的回传球发生失误，麦卡洛左摇右摆的，哇，真是人高手长啊！麦卡洛转移落边，开拳秀是微笑射手，剑右折。其实我看起来都已经没什么角度了，真的。哦，瓦本森一个翻身两分拿到，前面有一个 N1，找到他的定位，包含像是阿瑶也是一样啊，抬头看了一下现场的计分板啊，两队的那个球员得分要彼此怎么搭配，包含说阿瑶的状态没有打算用汤马斯吗？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分数有些许的领先啊，哦，对，直到现在也没休息啊。对，国王队在第四节人员的调整是非常有限的，哇 ankle breaker，前面这个麦卡洛的单打，把使用身体的对抗挤开了阿瑶，嗯，有中距离的出手，阿瑶好球，暂停之后这两个 play 对领航员来说比较不利，在最后一分三十秒可以保护禁区跟篮板，好，最后新北国王就是101比90战胜了桃园领航员。